据韩媒报道，为庆祝 XO 成员五世勋生日，中国粉丝俱乐部在韩国广播电台发布的广告成为热门话题。韩国广播广告振兴公社透露，吴世勋的中国粉丝们从本月一日开始，在 KBS 酷 FM 89.1MHz Kiss Radio 节目中播放了祝贺世勋生日的广告。该广告预计将持续播出至12日吴世勋生日当天。韩国广播广告振兴公社方面表示，广播电台播出粉丝俱乐部应援广告尚属首次。据推测，目前韩国粉丝俱乐部应援广告的20%到30%来自海外歌迷俱乐部，占据最大比重的是中国粉丝俱乐部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